颗粒肥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。今天我们走进安徽，回访一位巧克力南瓜用户，了解一下在南瓜使用效果。哎，哥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咱今年用了这个巧克力是吧？对。啊，这是用第几年了？第二年用。啊，能跟我们说一下用了这个巧克力，它这个南瓜表现效果怎么样？表现效果还是很明显的。啊。你看看这个长势在这割出来。啊。还是很明显的。嗯，这个叶片、秧子，还有这个南瓜，这个个头产量，能给我们说一说吗？产量具体产量增产多少不知道，反正跟用其他的肥料相比，效果是显著。它这个南瓜这个表光各方面，不过这个硬度我看是挺好哈。要比以前用的几个要明显，效果要明显的，要好。我看这个植株长势也很有劲儿，然后叶片浓绿。咱这个南瓜是多少号种植的？大约得摊到2月份。二月份，那有3-4个月哈。但是我看这个秧子各方面还是依然非常浓绿有劲儿。对。咱这个棚是多大面积？1亩多。当时是冲了多少巧克力一次？一次巧克力是用了2袋。就是说这是1亩多地。一亩多地。哥，然后咱这个巧克力说的这个两袋是不是这一次用的是吧？不是一次用的。啊，底肥用了1袋。啊，同时又用了1袋。用这个巧克力，不管是这个底肥还是锥肥，表现效果还是挺好哈。对，效果很明显。4个月的跨度啊，依然青枝绿叶，央视长势很有劲儿。对。哥，像现在的话，一天能出多少斤？一次性采摘，叫这1亩多地，一次性采摘应该是7-8千斤吧。一天6-7百斤吧。6-7百斤。谢谢您对我们这个巧克力的支持，祝您今年这个南瓜丰收高产，卖一个好价格哈。巧克力 Cocoly